好啦，呢部出得好齊嘅，比較快少開面外檔嗰啲馬啦，紫色冇嘅上色啦，中間白色冇嘅達利蓮啦，黃色冇十小精靈粉，藍冇嘅匹勒就科高蘇啊，後少少咧，黑色冇嘅鑽石生輝，綠色冇嘅匹勒搖身之星，一半路程前面最快十小精靈啦，跑住中間達利蓮開面越衝越勁就上色咁樣嘅個終點啦，上色贏呢組彈閘跑地面咧就達利蓮第三名十小精靈啦，跟住咧見到係咧都見到搖身之星啊，同埋鑽石生輝慢咗少少巴咪都係科高蘇咁樣啊，三隻馬後邊嘅。好啦，見到前面咧一對馬嘅，裏邊羅蘭黃色冇就十小精靈，中間白色冇就係達利蓮，開邊咧就紫色冇個上色，粉藍冇咧譬如科高蘇，外檔一 pair 咧黑色冇就鑽石生輝啦，綠色冇個不利就搖身之星。